迎收睇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传媒体》，我是梁学希。我们一星期五日都会由大湾区出发，同你走遍神州大地，搜罗国家各地的基建发展、民生资讯。就算你坐在屋企咧，都一样可以掌握到国家的最新消息。当然啦，仲有一个重点环节叫做非凡城市，去看看不同城市的发展史。不过呢个时候，我们首先就去南北快闪啊！广州市60岁及以上的常住老年人口有213万。过去10年间，广州聚焦老年人生活需要，不断探索，打造具有广州特色的大城市大养老模式。现在最低6蚊一餐的长者饭堂，从第一批的285个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个。全市养老机构10年间增加接近一倍，达到298间。还对 1.7 万户老年人家庭、77个居住区进行适老化改造，将居家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身边、床边，更加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力量助力，去为老人家打造舒适的生活环境。目前广州已经同66个国家的101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近日广州图书馆多元文化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展出了17个有成100几幅的作品。通过展示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精彩瞬间，进一步深化友成交往，携手讲好城市绿色发展故事。近日，惠州粤希一期项目的重要生产装置，重达983吨的急冷油塔顺利运抵重建码头，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生产设备的安装阶段。这个是项目启动全面建设以来取得的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项目从去年11月开始全面建设，目前项目所有的地下管网和桩基工程已经基本完工，重建码头建成投入使用，为接下来项目按时间节点进行推进、按时建成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正值是候鸟南迁过冬的季节，南通鱼东东陵水库及丰利沿海湿地迎来了过万只的行滑类、雁鸭类等湿地水鸟由禽停歇觅食。其中不少得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小青脚滑、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大斌滑、白腰雀滑等。较早前在鱼东生态环境局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观鸟会等单位组织的观察活动中，拍摄到一只整个身都白化了的环颈鸻，这个在自然界亦都算是十分罕见。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的陈曼晴。街区公园在广州又称为是口袋公园，是利用城市空间打造给予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广州市天河区将建设第二批14个口袋及社区公园，总面积超过42000平方米，将会为更多的居民带来迷你的绿色生态空间。一起看看天河区金穗幼儿园附近的口袋公园种植了不少的绿植，公园还以星球乐园为主题，设置了八大行星造型和玩具设施，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到这里玩。我觉得这里的环境也挺好的，也挺干净，然后我女儿来到这里也挺开心玩的，因为很多那些老旧小区都没有这些儿童那些游玩的地方，有这个需要要多增加一些。珠江新城华明直街和华明南环街交界处的绿土经过改造后，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空间增添了一丝的绿意。绿土口袋公园种植了二木棉和香樟，外侧亦都设置了无障碍通道，还有平台和座灯，方便行人在绿植间坐低小休一下。周围高楼大厦的话，这里绿植的话比较多一点嘛，就是感觉很舒适。有的时候累了的话，可以坐下来歇歇脚，看看周围的环境啊，很方便大家嘛。
天河区将会建设的14个口袋及社区公园，包括聂德海月路口袋公园、瑞园社区、南环形社区公园等。未来天河区将会实现每个社区250米的范围内至少有一个口袋公园，为市民提供多功能的活动场地。在近年来，广州举办了不少的青少年醒狮赛，令到各位学生有机会在大舞台上大展身手，传承醒狮的精神。第六届广州市青少年醒狮表演赛在11月份已经正式开赛了，现在全市正在开展选拔赛的工作。举起狮头表演套路，黄埔区这一群的红狮少年正在参加第六届广州市青少年醒狮表演赛黄埔区选拔赛。第一个就是看他的难度动作，因为我们的比赛难度动作是占优势的嘛。第二个就是他的临场的应变能力，临时会跟他讲一套的表演套路，我们会观察他的应变能力会不会很强。这些小孩为了今次的选拔赛，每日都要用超过一个钟头的时间练习醒狮套路。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代表黄埔区参加比赛。先苦后甜嘛，你有好的付出肯定就有好的回报。坐头啊、双脚、双腿那些比较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就想退出这种，但是后面还是坚持了下来，非常期待也很渴望。有种荣誉感。选拔赛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入选的队员还需要接受一系列的训练。我这批呢大概都是13岁、14岁了，平时可能会玩得好，但是去到一些大舞台，特别是他会觉得是比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紧张了。我们会在社区、或者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来等他们去表演，提前去锻炼这个心态。今届仲增设个人才艺大赛，大赛采用线上投稿加现场展示的方式，评选出10名非遗醒狮少年达人，并获邀在第六届广州市青少年醒狮表演赛决赛当中展演。各位红狮少年，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啦！为助力企业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劳资双方成为发展共同体，广州市海珠区率先开展小微企业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小微企业身边的人事管家经验将在全省推广。今年三月，黄先生在翻工途中被撞到骨折，公司拒绝支付工伤赔偿。在律师的建议下，他来到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三方联合调解中心寻求帮助。今天我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了，刚才在调解的过程中也是调解员呢，还有咱们的书记员都人都还不错，挺好的，就是过程中就是比较愉悦的。走仲裁庭的程序比较耗时吧，90%以上吧都能调解到，节省了很多时间吧，也很多精力了。三方联合调解中心由人社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代表组织三方联合组建，为争议双方提供了坐下来慢慢谈的平台，致力于将案件化解在仲裁立案之前。不要说仲裁老是裁，那我们尽量是通过调解柔性化解。在今年的1到9月就已经处理了900多宗的案件，调解率呢是接近了70%，维护这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呢通过案件来了解依法用工的重要性。海珠区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首年免费、1年1签的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人事管家还会深入了解企业痛点，帮助小微企业规避劳动纠纷。企业入驻之后，劳动关系这一块的话，我们都会说去根据企业的一个情况，然后去进行一个摸底，然后再给出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就让他们所有的那些操作都合规合法化。托管服务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并且引入专业人力资源机构作为服务机构，没有后顾之忧，小微企业才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经营。这个项目是去年9月推出以来了，目前海珠区已经有1800多家企业加入了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发生纠纷率也下降了，有效地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广州市人社局告诉我们呢，想这个项目推广到全广州市，甚至有可能推动到广东省。
中葡文化艺术节及葡韵嘉年华近日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就期望借住活动去丰富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等我哋而家即刻同你去澳门睇睇啊！由文化局主办的第四届双约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和第二十五届葡韵嘉年华开幕，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宇出席。活动现场设有十个居澳葡语社群的文化特色摊位，和多个传统手工艺、美食和游戏摊位，吸引不少人到场参与。呢度嘢食好好食，好好玩。你玩咗啲乜嘢啊？我去嗰边影咗啲相，所以就对他们的吃的特别有印象。就他们好像大部分食品都是油炸的为主，然后尝一下也非常好吃，然后有鱼啊，然后牛肉啊。这个活动还挺好的，因为让小朋友多了解一下葡国人的文化。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所以能举办多一些各种不同文化的活动，对我们来说也是可以更认识澳门这个社会。文化局话，葡韵嘉年华由今年开始，每届会重点推介一项葡语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色。今年率先介绍澳门土生葡人文化。今年我哋会率先推介澳门土生葡人文化，带嚟土生葡人手工艺作品。並且展演已經獲得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澳門土生美食技藝。他又說期望藉著活動注入更多創意和文化交流元素，豐富澳門作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中风病例大约180万人，而中风亦都成为咗我国老年人致命嘅首要疾病。准确识别中风，快速揾到救治途径，喺关键嘅时刻系可以救到命嘅。2020年年初嘅一日，田女士一起身就发觉半边身冇晒力，嗰一刻佢怀疑自己可能中咗风，所以就立即去到医院。好彩入院及时，医生为田女士进行了溶栓手术，效果不错。这两年中风并没有为她的生活带来太大影响。出汗，哎呦，扶不住，就是来回那样，主要是半指甲麻，就好像睡觉睡醒觉以后那种麻的感觉。当时我就感觉是不太好，就走道就晃晃悠，上厨房屋去就晃。后来我还走着去的，就自己从楼上下来，以后坐车直接到了医院。中风亦即系脑卒中，系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系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者因为血管阻塞，导致血液唔能够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嘅一组疾病。脑卒中发病急，病情进展迅速，可以导致肢体瘫痪、语言障碍、吞咽困难、认知障碍、精神抑郁等。卒中发生以后呢，很多人呢在突然的状况下呢，发病以后会有跌倒，会有这个伴有其他的严重症状。那么首先呢，要保持这个患者呢呼吸通畅；第二呢，看一看患者的这个心脏跳动啊，还有这脉搏呢是否正常。那么要没有的话，可以临时呢开展急救。深圳在2016年11月在全国率先推出首张溶栓地图，这张地图可以令中风病人以及120医疗救援迅速准确地找到最近的卒中中心，令到患者获得规范的治疗。在上年，深圳的溶栓地图覆盖范围更广，已经辐射到深圳10个区。今年深圳市脑血管疾病救治质量控制中心成员医院新增两家，去到34家。从2021年跟2022年的同期数据相比的话，我们的溶栓量比去年增长了13.5%，但是我们的取栓量的话也增长了43%。通过这个有效地看到了，深圳市在溶栓地图的统一统筹规划下，我们大大提高了脑血管疾病救治的救治率。四川的熊猫算得上是世界闻名的大明星了。在熊猫基地，一班大学生就用探秘熊猫基地的方式，开启了自己在成都过大学生活的新阶段。大熊猫它天生就是爬树高手，所以它爬这么高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对于没有成年的大熊猫来说，它需要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护自己。它在小的时候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呢，它就已经会爬树了。沿住成都熊猫基地的竹林小径，眼前这一班的大学生一路漫游，在树林中寻找可爱大熊猫的身影。
来自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六所高校近百名在容港澳台侨大学生，为这个探寻国宝熊猫、感受天府文化为主题2022秋季在容港澳台侨大学生城市互动体验型活动揭开序幕。今天超级期待要来看小猫熊跟大猫熊，因为没有看过一次有那么多的猫熊，就是也很开心，很开心。之前没有参加过，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了成都的文化，然后也可以很好的加深我们港澳台学子之间的交流，然后也丰富了大家的社会实践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在容港澳台侨大学生城市互动体验型品牌活动是成都市政协、成都市委统战部联合成都六大重点高校等共同推出的特色品牌活动。从2018年创立以来，这个活动坚持以新颖的活动形式、良好的活动口碑、生动的活动体验组织展开，引导港澳台侨大学生感受天府文化，提升港澳台侨新生代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现在财经大学已经连续4年参加了在龙港澳台侨大学生城市互动体验营活动。今天的话总共我们14名学生参加这个活动，就是通过这个体验活动，然后感受四川的旅游文化，然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学生还参观了成都熊猫基地，打卡熊猫塔，还在趣味讲解中了解到熊猫文化，并且参加了趣味互动游戏和汉服体验。目前在成都就读的港澳台侨大学生有过千人，透过参加在容港澳台侨大学生城市互动体验型活动，港澳台侨大学生认识、融入、热爱成都的过程中，能够增强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沈阳，新能源车走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不过买到回家又应该要怎么插电呢？90后的小杨入手了这一款新能源汽车已经一个月了，选择新能源汽车作为代步的首选，小杨都经过了一番的深思熟虑。买新能源的时候确确实实考虑很久，因为是在东北嘛，东北就考虑续航是不是不行啊，冬天冷啊。最吸引我就是它的外观，国家都扶持新能源，也没啥必要就是有担心的有顾虑的。为小杨安装充电桩的苏师傅说，这两年选择新能源汽车的很多都是好像小杨这样的年轻车主。苏师傅所属的公司原来是做车辆显示屏等的业务，由于沈阳市场这两年对于充电桩安装需求量明显增大，公司就主动转型和增加服务项目。安装量有很大的增加，安装团队就是在需要就是两个人去同时安装，一天可以就去安装两台车，两个充电桩，平均下来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差不多能增长到就是，50-60台吧充电桩，目前就是比以前增长很多。现在在沈阳，只要打开手机地图，搜索充电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多间充电位，其中有商场、有公园、有社区楼下面，亦都有在物业园区里面。3公里之内大概有10多个充电位，点开之后还可以实时看到充电桩的实时使用比例。就是您看这种叫超充，好处就是很稳定，然后充电很快。第二种就是比如说您自己家有自己的这个车位和车库，然后可以安一个第三代的壁挂式充电器，然后可以放在家里随用随充，然后它本身电价也很低，给了第三方的充电桩，比如说第三方公司的或者国家电网建的，您去了也可以用。如果说您很方便的话，有一个3项插座也可以实现这个即插即用，带一个随车充电桩就可以了。大部分车主表示更愿意选择经济实惠的家居充电，或者时间更短的商场快充，一个就便宜一个就省时间。现在这样看，起在公园以及商场的公共充电桩就会格外抢手。您使用的话大概几天需要充电？大概1周左右吧。花费大概多少？1周左右加充的话就没有多少钱，要是在这儿充电的话大概几十块吧，基本也就半个小时到45分钟吧，然后就充满了就可以走了。就
平时来买一个咖啡啥的，逛个街吃个饭啥的啊。总之来说挺方便，因为我全室内代步比较多一些。每个星期差一次电，大约只是用30至70元不等。同油价相比，金元树的开销是很多车主喜欢选择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原因。很便宜，一般比如在沈阳的话，5毛2一度电，大概就30元左右充满了，能跑大概300-400公里，一公里就合到大概8分钱左右。未来沈阳将适度超前布局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去到2025年，辽宁的公交出租车新能源或者是清洁能源车辆的比例将会基本达到100%。辽宁交投集团亦都计划在今年年底完成旗下辽宁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覆盖，届时辽宁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将会达到400多座。接着下来非凡城市这个环节，今天我们同你去广州那里看一下。近年广州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他们的头号工程，持续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2021年广州推出财产行为税和企业所得税11税综合申报，纳税人填报表单数量减少24张，填报数据项减少超过200项，减少1/3。2022年六月，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升级打造黄埔兑现通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全区协同、数据共享、智能审核一网通办。在广州开办企业全流程最快半日可以办结，纳税人申领发票最快只需要100秒。这些都是广州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个缩影。从2018年十月开始，广州开启营商环境1.0改革，简化政府审批、运行、管理环节，以这个为基础，2.0改革聚焦指标突破，3.0改革实施流程再造，4.0改革下足受化功夫，形成了一大批创造型、引领型改革举措，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之后，广州以激发活力为主线，迈入5.0时代。一系列的改革迭代令到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流程手续环节更少，企业开支成本更低，便民便企服务更好。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超过300万户，同比增长接近6%。更多的全球企业亦都被广州的发展机遇和良好营商环境吸引，超过3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广州集聚发展。今年上半年，广州实际利用外资平稳增长，首次实现上半年突破50亿美元，新注册项目数等多项指标都实现到2位数增长，一项项商贸业核心指标见证着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发展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在未来，广州将会在更高的起点，以更大力度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奋力实现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鸟瞰神州，精彩在线。秋天究竟是什么颜色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被广州的街坊去回答，可能就会是5顏6色的。以勒杜鹃这种的叶子花为例，广州市园科院10多年来不断筛选新的花色，并且通过研究培养出抗性较强的品种。而在深秋，广州的200多座行人天桥和高架桥上面的勒杜鹃灿烂绽放，五彩斑斓的色彩亦都点缀了羊城的上空。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看看。今天湾区全媒体的节目时间够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